而家忙住寫歌啦，因為好想希望即係 FF 原來 OK 之後，咁我覺得誒都可以繼續參與創作喎。咁所以依家都一路急住咁樣去，想快啲錄多啲新歌啦，作多啲歌啦，希望下年同埋年尾都可以出到咯。見你最近係咪忙女抽空都有機會去主題公園玩啊？係嘅，係有去主題公園嘅。Halloween，sorry， 我個腦開始撈唔到嘢。係 Halloween 有去玩，好好玩啊！因為其實咧，我自己係由細個開始都係中意每一年啊，Halloween 都會去玩呢啲咁嘅鬼屋嘅。咁所以我覺得今年又可以再去玩啦。咁我覺得係好開心嘅一班朋友一齊去。咪順便帶男友去放鬆下心情。冇啊！大家一路都會約食飯啊、玩啊咁樣，都係一班朋友一齊去做嘅。通常都係一班朋友一齊做嘅。咁你自己係有咩做嘅而家？頭先我話俾你聽咯。嚟緊之後。哦，咁喺急住錄歌之餘啦，咁下年都會拍皮之二啦，跟住所以就希望再錄多啲歌。如果下年真係有音樂會嘅話，就可以有多啲唔同嘅 content 唱俾大家聽咯。